录影开始，来，小小，录影开始，小小，哎，你把毛咬掉了。打开命运之轮，通过白毛占星大师，他现在在自残，他怎么会在咬毛呢？通过白毛占星大师神奇的自残能力，为你揭开各星座不为人知的隐藏秘密。对，你看他把毛咬掉，你有什么不高兴？你压力很大嘛？我们今天游戏过关了，但是因为那个我自己的事情要去处理，所以我们这两天就只有会洗膜，不会上线聊天。也太刚好，过完关就寄信来是怎样？哼，你们都在看我打电动，没有了。好了。来，我们来录影了。哎，新增星座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呢？又是狮子座，对，狮子座。谢谢，你不要压力太大，自残，知道哈，知道。然后我跟小北北去台北的时候，你要乖乖待在家里，我再弄很多饲料给你。我们占卜，今天他会讲有些讲我要去处理的私事还公事，我也知道啊，就是遇到垃圾事。哎，重点是每个听到的人都一直装死，我不知道他们在装什么死，他们是不甘心被发现吗？他们用这招用很久了，是不是？继承 Osara， 又是继承，继承一直出现，还是他觉得他就是这样听话的，我就应该跟他一样，他应该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像他这样子的。啊，第二个，好了，观念差太多了，观念差太多你就不要在一起就好，不是不要相处就好，不用硬要那个。荆棘，雷神索尔的锤子，力量，感情冲突，工作冲劲，还有自我中心，期待落空的意思。那个应该是感情冲突力量。那我们今天就是继承跟雷神索尔的锤子。好，我们要去按铃申告，刚好就雷神索尔的锤子吧。Suicide， 反正你们一定要有人出来处理，不然呢？就大家这样看笑话吗？不是看我笑，是看你们的笑话吗？你们到底要不要出来处理？就是这样而已。反正我们就去按理上，你法院回这些鬼东西干什么？我就说我不是作秀心态，可是大家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到，就是有人要强迫控制我的行为，所以这不是我应该接受到的待遇。你如果要找人演戏，请你付钱给他，叫他去演，你不应该影响到我的生活。啊！我既然是我不愿意的事情，就是违反到我的人权、跟自由权、跟行动权、跟财产权，这么简单，就是这么简单。那请你们找人处理，还有我的交友权，说交友权，所有的一切，请你们找人出来处理。然后我钱拿，我就要走了，而且是我自己的钱，我还不是跟你要赔偿？老娘晚上的钱你还敢给我扣住，那太夸张。谁会想留在这边跟你们有任何联系？你拜托一下，你以为每个人都这么好欺负吗？好了，先这样子了，那我们今天就录在这边咯。继承跟雷神索尔的锤子，然后星座又被霞霞弄不见了，就是狮子座啦，猫咪座，装什么死？好了，走，我们先这样子了。不想理他们。那占星时间如果后天您后天有停录的话，那就是因为制作单位因公去处理事情，然后占星节目就休息个几天，请大家见谅。好，那我们就到这边结束喽。